好，这个浮球盖棺呢，还有一个东西哈，要跟各位讲哈。浮球盖棺上面呢，它有一个这个管子哈，给人家哈，有一根管子哈，这个一根管子，他买的时候有付给你，你要插进去。好，各位知道这根管子是做什么用的吗？这根管子，哦，浮球盖棺上面它都有附一条管子哈，做这个东西，要插到这个 overflow 里面去。这根管子是做什么的哈？这个管子呢，在补我们马桶里面的水位。各位不晓得那个情形哈，有时候呢，你马桶全部冲完都 OK 了，都停完了，那个在马桶里面的水很高，超过半桶了，哦，有一个不好的不方便，就是说你大便下去可能会弹起来，对不对？啊，哦，太低也不好，太低的话你大便都会粘到那个瓷碗，哦，那个瓷那里都粘哒哒，你要刷。太高也不好，太低了，所以你就要超过那下面那个排水口高一点点就好了哈。这个东西就是补那个水的。好，我们这个哈，在补水的同时呢，这里也有水喷出来，好，一直一补到这里停，这个就停了。所以说呢，在补这个马桶水位的时候，这个也顺便在补你那个马桶里面的水位。哦，哎，好，这个好，这个东西就很麻烦哈。我们一般装就装上去就好，他就给你，我就插进去嘛，哈，好。有人呢，这个自己换哦，换好以后他本来就是漏水，他也搞不清楚，反正我全部换，橡皮盖换，浮球盖全部换，还是漏水。好，啊，他就跟我讲，哎，我全部都换了，还是漏，甚至于呢，他以为这个坏掉，又拿回去退，再拿一个新的来，还是漏。好，我说哈，我告诉你哈，我不用去，我说你把这个管子拉起来就好了。就不漏了，他就把它拉起来就好。我说哈，你是买，他就说跟我买这个 Full Master。我说他有呢，附一个这个东西给你，啊，这个东西给你。他说他不知道干嘛，他就丢掉了。我说你去找找看，哦，他真的把它翻出来哈。我说这个你一定要接回去。他说你就看他说明书哈，接上去以后呢，这个要插在这个上面就好了，管子不要插进去。管子不能插进去，哦，管子不能插进去哈。为什么插进去有问题哈？我跟各位讲哈，好，它这个管子给你很长哈，我们水位在这里绿色的，看到没有？哈，我如果插进去的时候呢，低于绿色的水位就有虹吸作用，一直漏一直漏。除非你刚好你把这个剪掉，插进去的时候呢，在这个水位的上面，比如说这个高度这样哈，会漏。但是我们大部分就放进去嘛，所以说这一家公司他也知道，一天到晚人家打电话来，什么用了两个还是一直漏一直漏，又换了还是漏，他就要跟他解释哈，哦，他说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放，啊，早期他没有设计这个，早期他没有这个，哈，哦，后来他就说你这管子要拉高一点，就讲了一大堆，人家也是不是很了解，后来他们就研发，就赶快做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给你呢，我就是你都不要管有没有插进去，我这个就在上面。我就不跟你插进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没有人再打电话来，也没有人退货了，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装。你如果插的一点点没事，如果低于这个原来的水平位呢，低下面的话呢，就虹吸作用就一直漏，所以它都换好以后还是漏，哎，都漏，拉起来就没事了。哦，就是这个，哎，啊，他说没有这个或者是怎么样别的牌子，我说那你就放在这上面胶布把它绑住一下就好了，哦，或者是回纹针有没有，一边插进去一边插在回纹针另外一端也可以，反正我就给它进去都可以，哦，所以说有这个你就最好了，哦，还有我现在这个在补水的时候，哦，那个马桶里面水我说太高太低有没有，如果是太高的话呢，哦哦，那我就补水的时间，哎哎，太低的话呢，我就把补水的时间增加，那个bowl里面的水就会再高一点点，这样，所以我就把这个水位调高就好，调高一点点啊，啊，然后那bowl的就不是刚好在那个洞口一点点水位啊，你把这个水位调高一点，因为把水补水的时间比较长，所以那个bowl里面的水就会高一点点就好了啊。那从哪里调呢？啊？就是调刚刚在这里啊，这里就是调水位的，或者说你把它再拉高一点啊。也是，哦，但是你不要 overflow 就好了，哦，好，如果呢水补完以后那个水太满了，我要给它低一点，哇，这个就不是调水位的问题了，哦，好，那怎么弄呢？它 Home Depot 我在卖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在打点滴有没有？这个
就把这个管子压扁，哦，所以有在卖这个东西，哦，就给你，我，哦，就转过来就扁一点，所以我那个马桶里面的水就不会那么高，就低一点了哈，哦。好，那你这个很麻烦，还要去买哈，哦。后来就想出一个最，就把管子把它打一个结大，哦，啊，拉还是太高，我再拉紧一点，就水少一点，哦，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哦，就是哦，柯南式的，但是啊，就在这里打一个结，好，哦，就好了，就那个水那个马桶的水就不会那么高了。这样各位知道哈，这个东西就是要补那个玻璃里面的水，啊，不能插进去哈，哦，知道这个要领哈，就这样，这样你们就是马桶专家，所有的东西你们都知道，不是说修，你们知道原因，要知道原因哈，要知道原因，这样就好了哈，这是马桶。新的没有这种橡皮的，是一个圆的桶。哦，对，好，现在我会跟各位讲哈，好，还有这个 flush valve 呢，现在新的都是省水马桶哈，最后他希望。那个这个那个洞很大，一开水那个水呱啦一下就下去哈，水会比较省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种的都是两寸的，老式的全部是两寸，现在你看到比较大，现在新的马桶用三寸的，看到没有？不一样哈，哎，三寸，所以你们买的时候不要买错哦，这个你们看到有没有比较大？所以这个这一个 flush valve 就比较大了，大的好还是小的？省水啊，他为了省水，当然现在都是新的，都会给你用三寸的哈。好，刚刚有人讲说没有那个是一个桶子的哈，那个是一个那个桶状的那个 flapper 哈。哎，我这里应该有带一个啊，在这里，这个是另外一个哈，这是叫mass filter 啊，你们讲的大概就是 cooler 黑黑的那么长的，有没有一个桶子哈？原理都一样的哈，它这个洞呢也是一样哈，它这个把手。一般的话，咕噜噜就回去了。哦，它这个橡皮呢，就不是我们那一种，它是这一种的哈。那个 Kohler 有很多牌子的 ，Amex 他们也有做，就是换这一块。换这一块哈，那你把它放进去哈，就把它勾到它有一个槽，就把它勾进去哈，就勾进去那个槽啊。它这个牌子很多，大小都不一样哈，就勾进去了哈。然后呢，这个呢，这个麒麟的就放进去哈。然后这个放进去哈，然后呢，刚讲的这个橡皮管呢就插进去，哦，这样就好了，哦，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橡皮是可以换的，不需要换整套啊？不用不用，就是换这个橡皮啊，哦，所以你不用整套换哈，哦。啊，那个 Kohler 的这一个桶子，它这个比较细哈， Kohler 就是整个直的那么大，就直的哈，哦，黑色的哈，哦，也是一样，都是这一种的哈，哦。你看哈，哦，最近这样出来的东西，你看这个橡皮盖有多少种，都不一样，你们看到？我都要准备，通通都不一样。你看有多少牌子是用那个桶状的，不是那个这一种的 flapper。就没办法，有的买不到啊，上网去买，啊买就多买几片就放着哈，很多种。不过市面上比较多的就是 Alexander 跟 Kohler 哈。还有这个 Mansfield 就大概知道，但是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牌子，就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哈。好，这个就是有关于马桶。好，好，再来呢？这个胶皮这个用这个又换这个不行哈？不行不行，因为它的洞两寸跟三寸那个洞不一样。好，可是有一次我的马桶漏水，然后我就看 YouTube， 他说叫我把这个拆掉，里面洗洗就好了。也可以啊，做就去修。当然也可以啊。那是什么原理啊？就可能里面有石灰什么卡到啊？哎，那个换新的比较快了，真的。又换上个。就是哎，就是这样哎，比较快了。因为我在那里修那个东西哈，现在可以用两三天，哎，还是一样。那我前一趟都是做白工，宁可换新的，宁可换新的哈。都以前还会帮客人省钱，哇，在那里磨啊弄哈，现在都不做那个事，因为自讨苦吃，弄一弄用不久又出问题。好，以前那个工都是白的，再来一次那个就不能拿钱，所以宁可换新的。旧的就换新的哈，好，这个就是有关于哈，我们这个哎，这个水箱哈，好，再来呢就马桶，啊，马桶下面底座会漏水，一冲的时候就从马桶座下面水就跑出来哈，好，马桶呢，我们这个一般马桶哈，这个是在地上对不对？有两根螺丝，马桶放进去螺丝锁住，马桶就固定了哈，大概就是这样哈。然后马桶放下去的时候，跟这个中间的接缝哈，马桶放下去哈，然后这跟这个排水的洞中间一定要做一个seal，
要防水哈、哦，水才不会冲。好，那个事业呢，早期是用这个蜡，叫 wax ring， 好、哦，这 wax 这个黏黏的很讨厌哈、哦，所以说旧的马桶我们一拆下来，这个蜡通通都在粘在上面，我们就要把它刮干净哈、哦，然后再放新的蜡上去哦，马桶再放上去哈、哦，这个马桶很重，而且这两个螺丝呢你看不到。不是说马桶这样看得到两个螺，你要这样侧面才看得到，那不会把这两个螺丝挡到哈。所以你这个做这个不是很好做，这样抓住那个马桶这样，我左右看，你那个蜡哈，不小心那个马桶很重，不小心一失手，那个蜡就被压扁了，不行，一定要再拿起来蜡全部挖掉，新的也丢掉，再换一片，不好做，不好做哈。好，还有这个蜡放的时候哈，比如说我们盖房子盖好的时候是这样。这个蜡呢，一片刚好就是一寸上来，哦，马桶放下去的时候刚好就是室友住了，那个蜡就被压扁，然后把所有的缝全部补死了哈、哦。好，你家如果有 remodel 过，我本来是那个 vinyl 的还是什么，我可能就铺瓷砖，要定水泥板，又要水泥膏，然后瓷砖铺上去。好，那你地板的面可能跟这个就不一样了，就升高了，可能这个你刚铺的瓷砖就这样，这个就滴下去了。啊，那你蜡放一片上去。碰不到，那不能室友，所以要放两片、哦，只要你放到最后一片呢，是高出那一片一寸高出 地平面就可以了，就可以室友住。我最多放过四片，他铺那个大理石那么厚，四片一片放下去，哎，还没有凸出来地面，两片不够啊，四片放下去，哇，就那个放下去不小心一压，那个这个蜡就跑掉，就把这个洞堵死了。哇，那个真的很难搞啊、哦！好，现在呢，我刚刚讲这个 Flu Master， 他又很厉害，设计这个东西出来。他这个是橡皮的啊、哦，这个东西啊、哦，他就给你两片的，因为他怕你地板高低，平常一片就够了。你一片放下去的时候呢，有高于地面出来就可以了，马桶放下去就搞定了啊、哦。因为这个一大是没有环会跑，他这个有两个耳朵挂在这里。绝对不会跑，哇！我现在大概用了两年，从来没有出事过，而且一次搞定。那个蜡有时候哇不行，又拆不行又拆，有时候弄两三次才搞定，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好，那如果有铺那个瓷砖的，我就他又附一片给你，就两片放下去，就 extension 一下哈，就很好用的哈，就这样哈，就两片的。好，那我就马桶放下去一锁就好了。所以说呢，这一家真的是很厉害，他写什么？Better 比大还好用、哦、然后呢toilet seal 然后呢 no leak 然后呢 worry flow don't worry 你就不用去担心哇明天又漏水我再说这一片这个大概多少钱这个一片大概三块四块、哦、这个十块十块没有超过十块、哎、所以说这一家公司真的有用心在生产东西的，哇！现在我全部用它的，而且这个东西呢，它还写 reusable， 这个蜡是一碰，你一拆就是一定要换掉的，这个不用，可能五年四年以后，你如果这个你看到没有裂掉，还是有弹性，你就继续用，而且里面很干净，那个蜡你知道都哇，跟那个鼻涕一样哦，粘胶一样，全部要刮，刮得一干二净，这个都没事。哦、所以说我就建议各位、哦、自己会换就是用这个、哦、万一那个房子太老那个 screw OK 好你问到重点了哈、哦哎、好这个东西呢 Home Depot、哦、好万一你房子很老这个东西不是塑胶的这个叫 French、哦、法兰、哦这个是铁的，而且它不是很厚的铁，全部烂掉了。这两个螺丝呢，通通都锁不住了，没有办法锁，因为这个铁皮全部烂掉了。好 ，Home Depot 就卖这个补墙的，啊、哦，你就那个旧的你也不用拆，因为这个东西跟下面的管子是粘死的，你没有办法锯。好，那就买这个东西哈、哦，放上去哈、哦，哦，然后就这个有六个螺丝，你要用很长的螺丝钉，因为我们比如说是。二楼、哦、那就可能有那个马桶下面一定有柱子，那你就看、哦、就打那个很长螺丝，打到下面的那个柱子那里，就打几根，就把这个固定住以后，
螺丝锁上去就可以再用。啊，一楼的话呢，这个就要打水泥钉了，因为一楼都是水泥嘛，就要打水泥钉在水泥上面，就把这个新的 flange 呢就代替旧的，旧的就不去拆它了。啊，它也有这一种的，都有。啊，就这样。所以他在卖这个东西呢，就是给你，当你把这个螺丝这个 flange 坏掉的时候，就要补强，就是用这个东西。这个的英文名称叫做什么？这个，哎，我不知道呢，反正用看的，都是用看的哈，哎，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要在哪里买哈，哎，哎，看不出来，我们讲国语就是补强了哈 ，French 补强的一个 French 就是这样，哎，啊，哎，有名字的。哎，这个应该是去 Google 一下，应该都有哈。哎，哦，然后你的问题回答你的哈。哎，好，再来呢，马桶阻塞怎么办？好，一般你们会用什么 ？Punch， 对不对？那个橡皮的有没有？对。好压啊，有时候小塞就过了哈。好，再不行的话呢，用这个，这个超好用。你有这个，那个橡皮就不要了。哦，这个是这个东西只能通马桶，其他都不能用，马桶专用的哈、哦。这个叫做，你去买的时候，你跟他讲说 toilet 的那个 snake， 这样他就听得懂。snake 嘛哈、哦、，snake 就是通水管的嘛哈、哦。哎，toilet snake， 这个正式的名字是 closet auger。好 ，closet auger，closet 就是马桶的意思了哈、哦、，auger 就是通水管的钢丝啊、哦。好，这个东西呢 ，Home Depot 很多种。你千万别的不要买哈，我已经都买过，都不好用，而且用一两次那个钢丝就软掉，通不出去。这个东西跟你用十年、二十年不会坏。这个不能通水管吗？不行，只有马桶专用，因为它这个只有那么短啊。你怎么通水管？水管要50尺、30尺才够啊。这个一支多少钱？哎，40块，30几块哈。好，我跟各位讲是什么牌子哈，你们别的我都试过，不要再走我的回头路哈，冤枉。那它便宜啊，什么啊？这个好像比较漂亮，结果都没有用。哎，这个牌子哈叫做 Rigid， RIDGID 哈，你们买 K3， 它有 K6 跟 K3， 你买 K3 的，大概40块。好，这个买一支啊，用一辈子。用一辈子。哦，你买一只朋友有的话可以借他，甚至你就去帮他泡、哦因为马桶塞也不是天天塞了、哦、如果你的脸皮很厚、哦、洗一洗再泡回去，没特。开玩笑。好，这个东西呢，我用了30年，这是第二只，第一只没坏，只是这个塑胶给我弄裂掉而已。我后来用胶布绑一绑，不好用，干脆再换一只新的、哦用很久，我说用一辈子，真的是真的哈。好，这个怎么用呢？好，第一，你把这个拉起来。好，买 K3， 你不要买 K6 哈。哦 ，K3、K6 价钱差不多，但是 K6 这一个把手太粗了，女孩子抓不到。那 commercial 的人在用啊、哦，其他都一样啊、哦，而且这个也很粗，很重，你不好使。通的效能完全一样啊、哦。好，第一，你就原来它是这样子，对不对？啊、哦，对不对？买的时候它是这样子嘛，好，那你就把它打开哈，你把它拉开，就这样。然后那个马桶呢，你就站这个样子哈，马桶那个洞就把它放进去，有没有？好，那你就开始推哦，你看推我那个就钢丝就出来了，有没有？好，因为我对准那个洞，这里就扣在那里就固定了哈，那个点就固定了。然后我就边推边转，边推边转，边推边转，等到我这个下去的时候，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管子就出来马桶了，东西一定出来。100%，因为他这个跟你算好那个 U 型啊，算好了就是这样，很好用哈、哦。这个一般我们马桶呢，有什么东西会塞到哈、哦？头发，头发没有啦，卫生纸啦哈、哦，啊小孩子的玩具啦，啊男生有时候刮胡刀不小心那个塑胶的有没有一次性动下去，他那个洞就卡在那里。啊，早期的手机可以折叠，原就是放在后裤袋哈，它、哦、下去就掉下去，我都通过，对，我通过。但是手机没有办法通不过，我要把它整个拿下来，从后面勾得出来，就手机拿出来，那个都报销了、哦、好，
还有呢，卫生纸是最多啊。啊，有的它是用 paper towel， 不是我们用那个 toilet 的那个啊。好，你知道哈、啊？我现在讲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小孩子啊？那卫生纸是这样一坨，这样在擦屁股。你们有没有家里有没有这样的小孩？那卫生纸两三天就一卷了，他怕手去碰到嘛，哈，他卷，然后就砰，再就丢下去，那个很容易塞，啊，一次不够就两次就塞了，就塞了。好、哦，我们大人大概就是四个这样一排而已嘛，哈，这一桌哈，真的。所以说，我曾经碰到一个，我讲给各位听哈，他就打电话，他说我腿塞到了。我说我明天过去，他说可不可以今天？我说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办法。我第二天去的时候，他那个厕所门是关的，那个通通满出来，满到地上，他也没有清了。我想说，哇，这个太不尊重我了。哦，那个马桶盖是一定那个、很臭嘛，一个晚上的哈。那我就先跟他讲价钱，因为看到这个情形就要先讲价钱，200块。赶快动，赶快动，因为他那个已经受不了了，那个大便还在那里嘛哈，200块他都给，平时我在通大概就是80到100，哦，那这样不行啊，哦，200因为很臭，真的会喷到，喷到裤子里面真的哈，所以我就要戴口罩哈，戴个帽子啊，然后手套一定要戴，啊，然后就开始通哈，啊，地上铺一下那个报纸哈，比较安全一点哈。就跟他通，结果呢？一般如果有东西塞到哈，好，因为那个水完全出不去的哦，好，那我就这样唰一下啊，不行不行，拉起来再这样一拖，要把那这个东西不会把东西勾出来，只是把它打出去而已。因为那个管子大概就是这样子嘛哈，所以你会塞到的话呢，我们下面的管子那么粗，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出去的话，那个大便、欸、那个东西都可以排出去，你放心，你不要怕说那个东西到时候走到一边又卡到了，不会，那个通过去就出去了就好了哈。结果我那天去哈，我想说不知道什么东西卡到，我就这样，大便就全部都没有出去，我就这样轻轻放进去就出去了。所以说我认为那个就是卫生纸而已，没有东西卡到。我说哇，这个太简单了，不到太好赚了。哎，十秒钟，我一跟他讲200块，你知道吗？那我就赶快把门关起来，我就不能马上出去啊。也是不行的，因为他已经受不了了哈。那我怎么办？也不好意思，我们在那里一直等很久，我就去拿背包套，全部把它清到亮晶晶。啊，大概有半个小时了。哇，全部都弄了。他本来想说，我弄了他一定要再清嘛哈。有的是少奶奶，可能还会找老莫来清，也不一定嘛哈。哇，200块。再给我20块小费，结果我通水管不到几秒钟，结果是在帮他清。所以你们买这个哈，真的。这个怎么清？怎么清啊？这刚不是讲过了吗？哦，这个哈，我告诉你哈，你马桶清了以后，对不对？一直冲就干净了。那你这个呢，就放在马桶里面，一直冲一直冲，再把它拉一拉拉一拉，就一直冲出去就好了。当然我都戴手套，就要把这个把它折回来嘛哈，就要把它弄回来哈。我们就戴那个橡皮手套嘛哈，啊就把它弄起来哈。然后因为要戴paper towel，就这里把它包一下，就赶快拿下去。哦，这个东西就是，所以这个都很干净，都很干净哈。哎，只要就是你通完以后，这个可能都会粘到哈。但是你这个水冲一下，在里面一就是再冲再清这个了。哦，拉一拉再看还有，再冲再冲水再弄再弄再弄就好了。哦，那也可以，也可以的，我们就拿到外面哈，那么在那里面冲没有问题了，已经很干净了，哎，啊，哎，一般大概就是80块了哈，哦，对，这个就是那个 French 哈，刚刚讲那个叫什么名字哈，那个 French 有没有？他这个也没有写说什么，他就是说这个牌子哈 ，stainless 的，哎 ，steel。French 就是写这样而已，就不锈钢的那个法兰就是这样而已，啊，哎，好，这个可以买，这真的可以买。如果你们通了一次有心得，你就登广告，专通马桶，哎，200块就赚3只回来，好不好赚？真的是这样啊。因为他那个大变态也知道了，这个我敢讲，我如果敢开300块塔，我想。
太不放心了，真的厕所臭到不行了，而且他们已经关注了。这个拆掉，你这个肯定要拆。这个你们不要忘记哈，不要买别的牌子哦。别的牌子我都买过，这个钢丝弄一下就软掉了，没有办法用了。这个真的是用一辈子的，用一辈子，只要这个塑胶不破掉就好。这个只能通马桶，其他都没有办法做，只有马桶而已。好。他写一个 rich 的，再写一个 K3， K3 40块，有找，有找，39块多的样子。那如果没有，我给他通一通也好。也是一样，他写一个 toilet 的那个 French， 他这个可以适合所有的牌子，就是这样而已，也没有说这个是什么东西的，就是 French 的，就是 French 哈，好，这样各位知道哈，这样有没有？好，还有呢，刚刚讲说，我那个马桶不是要把里面的水箱的水要抽掉，要换东西吗？哈，那我们就是用瓢子这样，好，用纸杯啦，塑胶杯慢慢瓢哈，瓢到底也弄不干净哈。这是什么东西？各位知道吗？水枪哈，这是我的 pump， 你看这个管子那么大哦，那个一吸哈，这个吸个大概5次就全部空了。而且吸到很干，这个水枪2只好像是20块还是15块，就是水枪啊，海边用的水枪啊。你看哦，我这样就把它一抽哈，你看这里容量很大，快要差不多1000cc 了，然后我就这个就把它喷到那个 sink 或者是那个 bathtub 那里去嘛，就喷掉了，然后再吸，很快。我早期就是买那个什么小泵，那个都不好用。鱼池的那个小泵试试看，不好用，用抹布、用杯子都不好用，这最好用，这是我的工具。很多同行看到，他们都跑去买，真的好用，因为这个大只哈，也有小只的，但是这个太好了，几次就干了，而且吸到最后一点点水，你看，嘘，就全部干了，非常的好用哈。我跟各位建议哈，家里有水箱不要丢掉。那个时候在 Costco 买的2只1包，夏天的时候有卖，冬天好像没有卖，好像是20块有找吧，10几块而已。小孩以外没有。对，很好用哈，这就是泵。好，再来，通水管，怎么通哈？我曾经试验过这个 Home Depot 是最近这几年就看到它摆在那个门口旁边很多哈，这个叫做 Green Gabra 哈，这个呢里面哈有4包这个药，4包这个药哈，好，这个怎么用呢？比如说你家的那个浴缸还是洗脸盆，头发塞到水下得很慢哈，好，那你就把这个1包倒下去，倒到那个排水管。然后烧一壶开水，把它冲下去，等了20分钟，你开热水就出去了，这个几率呢大概有50%，不到50了，40。我试验过很多哈，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虽然说你们要找人家通水管之前，你就去买一个这个哈，里面有4包，这个才10块钱而已，9块多，那你就先试。通得了，你就不用找人家通，因为通水管也要很多钱啊。好，那你通不了，你再找人家。好，这个东西呢，除了4包可以用试哦，还有什么呢？各位知道哈，我们洗脸盆有时候它有一个 pop up， 各位知道吗？洗脸盆有一个塞子，一个后面一个铁的，要拉就起来嘛，那缝很小，对不对？常常头发太多，还是洗那个脸的那个油啊，都塞到，下得很慢哈，那我们就要去通啊。它这个很好，它送你一条这个，那这个是扁的，所以你那缝很小，你就从那缝塞进去，塞进去一插进去，刚好就是到 U 型那里，那你就这样拉一拉拉拉起来就头发那里冲就好了。这个其实 Home Depot 也有在卖这个东西，它叫 Zipit 一条大概是2块多3块，就类似这样的东西一样哈，颜色不一样，它是黄色还是白色的我忘记了哈，白色的他知道，大概就是2块多嘛哈，3块，他这个呢9块啊，好，我写一下哈，好，这就是这个刚刚传的那个，对，整包的那个整盒的，刚刚整盒的是什么？对，好，那你们传一下吧，或者是照相。
不是，可以把这个名字写下来吗？好。他那个就写。好、哦，他这个东西呢，就是你跟他看哈、哦，就是这样子哈、哦。大概也是差不多那么长了哈、哦，它后面有很多倒钩，就是这样扁扁的，扁扁啊、哦，大概就是3块钱吧，2块多。哎，你看这个9块钱有4包，9块多了，4包还送你这个，大概就是2-3块，很划得来。哦，你就是找人家通水管，以前自己先试试看，不行的话你再找人家通，可以的话你就赚到了。哦，来一包才2.5块就搞定了。哦，哎。就是把那个先倒一包下去，然后烧一壶热水冲下去20分钟，然后开热水看会不会出去，会的话就赚到了，不会的话再找人家通。不要去买那个 liquid plumb， 就是那个液体的那个通水管的，那个划不来，那个一桶都将近要10几块啊、哦，那个效果不好。那你这管是洗手池那个淋浴的那个下面都可以，就用都可以用这个试，也倒一包也可以。这个不行的、啊，这个不够长了、啊、哈，那个倒一包先试哈，哎，好、哦。可以的话，而且它那个排出去没有毒性的，是环保的。哎，它那个东西是环保的，有一点香香的。倒下去就放热水。倒下去哈、哦，然后哈、哦、一包，然后开一壶热水，倒下去哈、哦，开水，然后等20分钟再开水冲。哦、我试过，大概50%的。琉璃台。哎，都可以，你都把试试看。哎，然后那就是水管吧，通水管。哎，有油啦，油哎啊、哦，蛮好用的这个哈。哦，而且他这个他也有一点大胆，他说 guarantee 的，保证的，哦，他给你保证的。还有那种他们说几个小时，哎，那个他们是有几种什么 enzyme， 你可以倒进去，然后会把那些脏东西都。那也有那种东西，对，那个我不知道，我没有用过。哎、而且他这个刚在 on sale 的时候，好像又附一包那个 garbage disposal 的除臭剂，好像有一瓶哎。哎、就是9块多，不到10块啊、哦。那像他这种，你进去没有塞的时候用一下也没问题。也可以的，保养也可以跟他弄一下，哎、哦，可以。好，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里，嗯、对不对？我们1:30嘛，一个人开始讲到多少？3点嘛，哈，还要讲吗？我的额头，现在要。哦，对，下去。好，刚刚讲哈、哦，这个有 timer 有没有？哈、哦，后来我发现呢，有一个牌子的这个flapper 哈、哦，超好用的哈、哦。好，来，我跟各位讲一下哈、哦，这个牌子哈、哦、叫 Kirky 哈、哦，这个东西呢也不用 timer， 你一不管什么马桶都一样，你一打开很久才会回去。所以我这次上准备，我只有准备这一样的。这叫什么？以前还有准备很多种。我这2寸的哈，这个牌子叫 Kirky， 我写一下哈，你们就买这个，就不用说哎什么一下子又回去了。它这个一打开很久才回去啊，一定够的那个时间啊。K O R K Y， 啊，这个是 flapper 哈，橡皮盖哈，哎哎，所以说。我就后来就发现，哇，这个太好用了，大小通知我会装，我就不用调整什么的，一打开一定很久才会回去，哎、欸，那个水一定冲的哈。这是它的牌子还是这个 ？Kirky 这个是牌子，它这个 flapper 哈、哦，橡皮盖它是这样拼的 ，F L A P P E R， 这个才叫橡皮盖哈、哦、，Kirky 的 flapper， 啊、哦，好，就这样。哎，你说，在马桶，一般女士很喜欢用那个清洁剂、啊，哎，然后那个清洁剂会影响到这个 flapper， 会，好，OK， 好，这个太好的问题哈、哦，好，水箱里面不要放任何 chemical 的东西进去，一种就是白色的那个 chlorine 整块的，千万不要放，啊、哦，你们或者是那个蓝色的有没有？千万不要放，因为呢，那个放下去它主要是有 chlorine 的成分。或你会把所有的塑胶的东西很快弄坏掉，很快，哦，所以说你们想要弄消毒的，有一种是放在吊在那个马桶外面的，有没有？一冲的时候它就冲一下，就这样就好。水箱里面千万不要放化学的东西。后来有一天呢，我在封底看到这个 flapper 新的，哇，一个10块钱，怎么那么贵？这个一块一般就是30块钱，10块钱，哇，我看这个是什么特别的，一看。他写什么？哎 ，10 years warranty， chemical resistant， 就是防
防那个药水的，所以说就是有人因为有这个问题，他就去想出这个东西，所以说这就是表示说水箱不要放 chemical 的东西，真的橡皮盖很快坏掉，很快坏啊，千万不要放啊。太棒了，老师，谢谢。好，那就。